山西乡公所举办113年模范大家新妇表扬大会，会中是表扬8对模范的大家新妇，希望借此宣扬传统家庭伦理的美德。得到表扬的这些大家新妇，拢像母仔同款，大家拢讲无虾米撇步，就是爱互相关怀、尊重，斗阵才会久长。山西乡模范大家新妇表扬大会，山西乡长苏伟俊为来自乡内8村的模范大家新妇颁发纪念品，希望因会当继续和谐相处。为了办理这样很有意义的活动其他的乡镇他们或许是想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们先行。今天你好，是咱山西乡公所咧举办这个模范表示的表扬哈。那么因为哈，咱大家新妇吼，拢来自于不同的家庭，那么咱就用办着这种活动吼，来鼓励吼，嘛希望讲咱家庭会当吼幸福会当美满，伫婆媳的相处之道吼，会当吼大家会当较家庭和乐大家吼照顾新妇，那新妇吼嘛会当友好大家。好，咱家庭拢会当圆满。今日是山西乡公所来举办模范婆媳的表扬，大家拢知影吼，伫厝内底妈妈吼，是阿嬷吼，对于咱一家来讲吼，那像一个窗口吼，拢会当甲咱厝内大大细细的照顾真舒适。尤其是讲咱家庭若气氛和谐，甲大家感情好，对整个家庭啊拢是真大的帮衬。而且感谢咱各位妈妈各位阿嬷吼各位婆媳伫咧家庭内底付出，嘛祝福大家吼。让咱家庭圆满、幸福、平安。山西乡民代表会主席王水波表示，大家新妇的关系代表着这个家庭是不是有和睦，关键是伫咧尊重。因为这名额有限，所以每种一年干那会用提供一个。表扬这个模范婆媳是一个意义啊，教咱在下代子女对是大人会得当尊重，会得当迄个，因为表示咱这个孝道一个模范婆媳一个家庭啊，才有法度靠圆要靠圆就爱大家新妇让大家正圆满在这个先生才袂做迄个照顾阿心啦吼，尤其即个家庭啊，足重要诶，有即个讨好啦，甲靠人我相信即个家庭一定过啊，着足圆满、足顺心诶。来自下里村诶，大家黄月云甲新妇叶春竹表示，大家新妇应该是互相照顾、互相扶持，着亲像妈妈甲查某囝共款。大家互相尊重关怀，才会当长长久久。就大家互相啦，传加减甲斗做安尼啦，新妇甲囝拢足乖啦，咱就算做人诶，大家嘛是吼，大家互相就斗帮忙安尼啦，大家新妇诶问题，一直是大部分家庭真歹克服诶冲突，但是为即摆对大家新妇诶相处，可能看到对彼此诶良好互动，嘛无怪因会当成为山西乡诶模范。新中华新闻，李敏宏，山西采访报道。